李钟硕，字斗练薄辟，嘎义刘亦菲。猫，什么问题这么难回答？难道是钟硕要招人恋情了吗？李钟硕，你还好吧？是拍戏把脑子也给操坏了吗？大家好，我是李钟硕。他昨到北京举办见面会，吸引大批粉丝捧场。他在记者会上也猛灌粉丝迷汤。中国粉丝送的礼物却吓到了钟硕的小心脏。接下来这一题，粉丝们要紧就听喽。李钟硕喜欢怎样的女生呢？喂，你这是在暗夸自己吧？认真回答好吗？听过于浪漫，你是吸血鬼吗？报道。